哦，到了，这么快啊？这里就是铁道镇。哎，这里头有杰诺大哥所说的蒸汽火车这种交通工具存在吗？嗯，就到那去，然后前往但丁吧。OK， 那我在这边看一下。哎，这边有一位那个，哇塞，欢迎光临月台流动道具店。那我看一下这边的是什么，有什么剑哎？看一下，强化刃。嗯，这边就没有卖亚修的好的东西吗？哎，好吧，这是什么常见啊？有的没的。看来这边没有好的东西了。OK， 来看一下这附近有什么东西吧。哇塞，真的是有个好像铁道一样。是这里吧？哎，哦，进来了。哎，我刚才怎么点的？哎，这就是蒸汽火车吗？不可思议，整个都被铁包起来了呢。没想到有这种交通工具，比起企鹅船，这真是太神奇了呢。我觉得企鹅船比较神奇吧。哎，对，我觉得企鹅船比较神奇啊。对了，其实有一件事一直很想问问杰诺大哥，杰诺大哥是怎么认识亚修的呢？哎，为什么有时候剧情跳好快啊？嗯？啊？哎，不就是在雪原啊救起你们后才认识的吗？真的是这样吗？总觉得你们两个好像很久很久以前就认识的好友说，这种感觉也说不出来。反正从雪原那起就觉那儿呃不对，从雪原那边就觉得亚修有些变了。嗯，虽然那还是那么装模作样，那么爱耍酷，但是利弗总觉得他变得不那么彷徨不安的，而且那个突然变得有一点点陌生的亚修，好像跟杰诺大哥比较聊得来，所以。哦，利弗好像真的很喜欢亚修呢。咦，真的吗？有那么明显吗？嗯，其实连利弗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喜欢亚修，那么在意亚修。话说回来，他在水原甚至还差点害死了我。可是我就是无法对他发脾气，无法对他不那么在乎啊。对了，可能是因为亚修身上那把翡翠姐姐的枪所造成的吧。嗯，因为利弗总觉得亚修身上有姐姐味道，有姐姐味道。哇，这剧情好笑，有姐姐的味道，说不上来也不是味道，反正就好像只要我和亚修在一起就会见到姐姐似的。因为那个翡翠还有涅特他那把魔装枪，其实好像就是后面就是因缘际会给了亚修。所以那时候利弗才会觉得亚修拿到那把魔装枪，他会很惊讶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其实有的时候，哎，我刚刚是不是还没有念那一段剧情啊？其实有的时候，我还真想用神秘之眼看看亚修和我的未来哦。当然我知道，因为这种事而让用神秘一定会遭天谴，可是真的好想看看哟。不然有时候利弗还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呢。神秘之眼啊！哦，有剧情啊！哎，哦，翡翠啊！神秘之眼，嗯，因为妹妹拥有那种力量，所以我才不得不离开那个家。因为其实，当那这种力量慢慢成熟之时，就算不使用你神秘之眼来观察，单用感觉和预感，也可以利用直觉来知道过去与未来呢。这么夸张？哎。如果我继续待在那个家，单纯的利弗迟早有一天会知道我真正的心情而讨厌死我的，因为我真的恨那个家以及利弗啊。哎，因为神秘之眼。哎，怎么那么快啊？靠呀！啊，没什么，自言自语罢了。哦，不过仔细想想，你们姐妹俩还真像啊。是啊。都是为了对方而害了彼此，这还不够像吗？哦，什么？哦，吓到我了！哦，突然之间蹦了一声，怎么发生了什么事？哎，战争！王国军和反叛军开战了，不行，要去帮忙才行，不然亚修就没有希望了。
啊，怎么？好，一口气冲到里面，看看是否帮得上什么忙。笨蛋，不要卷入别人的战争啊！如果你是旅团的名义来参战，就违背旅团维持，就违背旅团维持旅团中立的规章了。可是，听我的指挥，反正我本来就是个佣兵，如此一来，你就不再是旅团的身份了。虽然在这种名义上的问题做文章实在是很无聊的，不过就总是有人会在意这种表面问题，也得留意，不是吗？谁叫我们是活在制度与规范下的人？嗯，好，现在要怎样？等下，换成那个状态。等下给杰诺，他穿帝王之铠，然后我给他霸者之铠会怎样？哦，等下。帝王之铠还比较好一点，那好吧，就先这样好了。OK， 在这边先存档一下。存这里好了。OK， 淡丁城进去吧。啊，这边是干嘛？啊，不是说开战吗？什么东西都没有啊？不是啊，不是说开战吗？什么东西都没有啊？出来了，好，特技破甲弹，侧甲弹，重铠兵，哦，好猛哦！攻击王国军士兵，拜拜。哎，他速度型的哦，哎，他速度型的，哎，我还不知道。我靠！居然是速度型的，气死我了。OK， 是走这边吗？哎，是怎么了？看来敌人不是很多，也许都往神皇的方向去了吧。神皇，神皇是所指的，就是所谓的神皇炮，它可以说是但丁城，也可以说是延安反叛军的最大象征。当然，同样的，它也是整个但丁的指挥中心。只要那边一旦一被攻下来，想必反叛军自然也没戏唱了。这么重要？是啊，就如同大圣堂对你们圣灵教派来说是的说的那么重要，那么重要。没想到杰诺大哥还懂得还真多，这就是上个年纪的人宝贵的智慧吗？走了，现在可是在战场里头，这位杰诺已经34岁了。OK， 我看一下，哎。是走哪边啊？我看一下。哎，这边没有路吗？好，我先从这边过来好了。嗯，走啊。哦，攻击！哎，王国亲卫队。哦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重铠兵，拜拜。攻击 ！Oh yes！ 哇，一只3500哦！哎，我对啊，我点啊，进去啊，没有反应。哎，没有反应，为什么？没，为什么？干嘛？又怎么？攻击！哎，亲卫队。哎，怎么痛啊？哦，他那个蓄力了、啊，难怪那么痛，因为他，对啊，他刚刚给他一个状态，难怪会那么痛。攻击，亲卫队，拜拜。攻击，拜拜。哇，一只4500哦，等一下巨人糖果。哎，利弗得到哎有了，杰诺37，利弗也等哎，我刚才打到什么东西？我看一下，道具，哎，我拿到什么、啊？哦，这个是哇塞，我拿到哎，我拿到一道，我拿到那个新的武器哎，哇，这个叫锋利弩，它是好像给那就是这个是一把枪，
应该是给那个范尼亚用的。OK， 还有什么？我看一下还拿到什么东西？巨人糖果有12个，好多、哦。好像拿到什么、欸？哎、欸，好像也就这样而已、哦。哎、欸、，OK， 那我们就走哪边？哎、欸，我记得这边好像还有一路，那我走这边哦。这明明什么开始什么开战，根本就没有东西啊！哎、欸，为什么靠背？好，攻击，哎、欸。根本不会痛，根本不会痛。攻击重铠兵，拜拜。哎呦，喂！哎耶！哎啊，这边不给走，你们搞错 啊！这边也不给，也没有路可以走、啊。哎，所以这个传点是怎样？是 bug 吗？还是这边有路可以走？哎呦！哦，又遇到怪！我等一下那个应该会很痛。哎，侧甲弹，重铠兵，拜拜！好，攻击谁？国王军士兵。哎，居然会 miss！ 完。OK， 哎、欸，特技爆甲级，应该可以，哎、欸，应该是打不到啊，没办法，这会 miss 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没有 miss， 真假的？可恶，竟然敢打我，拜拜！哎，一下，真 miss 天堂 ，Goodbye。应该走这边吧？哎、欸，是这里吗？哎、欸，这边可以走吗？哎、欸，可以、欸。啊，这里是怎么走啊？是这里吗？哎、欸，我在哪里啊？我在哪里啊 ？What the hell？ 哦，又遇到，好累哦。Oh my god！ 我想，我觉得是应该会打很久。哦 ，miss fuck！ 哎、欸，我节目会，哦，不会痛，不会痛。假的，一切都是假的。好，防御。防御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扛我衣服？机车，拜拜。哇，哇，4000哎、欸，哇，锋利骨又拿到了。这边吗？哎、欸，为什么又没有？哦，又来了。哎、欸，攻击，轻卫兵。Goodbye， 重铠兵，回首，哎。再见，利弗。啊，不不，再见，再见，那个王国轻卫兵。我圣灵之酒，老衣服应该升等了吧？还没有。OK， 来走这边。水蓝住宅区为什么这边会进入水蓝住宅区？哎、欸，我在哪里啊？哇塞，这样乱走好像会迷路哎！哇塞，好多好多。特技，哎、欸。特技，我看一下有什么
先打这个、哦，攻击那个仲海，哎，王国亲卫兵。攻击，仲海兵，拜拜。攻击王国圈亲卫队，哦耶！拿技能了不起啊，嘿！速度型了不起啊，威密斯了不起啊！Oh my god！ 快死快死，已经扣一半血。哦，猛欸，力符37，哦，减弱38。OK。我等一下，我到底在哪里啊？哎，啊，这里是哪里？攻击特技破魔弹对他有用吗？这应该不是魔，好吧，先攻击亲卫队啊。大家一定会觉得为什么说我一定要打怪？因为我觉得练等一下会对后面是有帮助的。最好还是要给你等一下。特技，哎，嘣！拜拜，亲卫队，攻击，哦，懵。所以这边，伊甸之斧、泰坦拳、灭世。哇塞，这边也会掉一点支付。等一下，这边已经那个哦。好，存档一下哦。存在这里哦。是我是走这边，所以这边是哪里？我看一下。